今天我们的 MC 规则通关条例加的规则是，哎，突然出现一个沙漠神殿，嘿嘿，我们加的规则是每隔60秒就会在你附近随机出现一座建筑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哪里都不去就可以获得所有的资源。那么这样会不会使我们的生存变得更简单呢？那我们就来试一下吧。开局就有箱子开，爽歪歪呀。收获一个金苹果，不错，全都拿了吧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卡了一下，又出现了一座建筑，多重射击附魔书，绿宝石，金苹果，还有最后一个箱子啊，这全是腐肉 lucky。 哎，朱灵城堡直接暴富好不好？但是朱灵城堡还是很危险的，咱们先搞一下装备，然后再搞着床。我觉得我会被朱灵杀死啊，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已经出现好多建筑了，我们挨个来探索一下，这里面发生了什么，好像全被烧了呀，应该是建筑重合了，岩浆把所有的木材全烧了。为什么这些箱子全是空的呢？我的好装备呢？一个都没有啊，我的一夜暴富啊没了。哎，岩浆中央的箱子应该有好东西吧。嗯，找死，咱们要怎么过去呢？发生什么，应该又生成了一座建筑，然后又重合了。哇，箱子里的东西全部掉下来了，直接就是钻石装备啊。嘿嘿，这下我们的生存轻松起来了。又发现了一艘沉船，沉船里的东西应该不怎么样吧，进去看一下。箱子呢，在这儿。胡萝卜也还可以，金锭、铁粒还有青金石。这边还有一个箱子，哇，好东西也不少啊，感觉这下就直接毕业了呀。我们再去抄两个朱灵城堡就完美了。朱灵城堡里有朱灵吗？有朱灵，但是我们在这里下去应该打不到我们。哎，这不就可以了吗？哇，全是好东西。哎，什么打什么东西打我？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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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该死的岩浆怪啊，我现在什么装备都没有了，只能重新再来了。不过我们又重新暴富了，看这铁块、铁锭，这个箱子里是什么？哦，钻石头盔、钻石靴子、剑、铁锭，还有下界合金碎片。可惜我们没有铁镐了，不然就把这些金块全部挖走。我们既然没有镐子，那说明我们挖不出去啊，只能另外找一条路出去了。给我点木棍也行啊。这下我们要怎么出去啊？我们来的路好像在对面，走，搭过去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我怎么？还是不能急功近利啊，木头要永远都准备好。我们再次来掠夺一个朱灵城堡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我不能再死了呀，崩溃了，要崩溃了。哦，哇，好多金块、钻石装备，这下又暴富了，嘿嘿，给我点铁矿石吧，钻石也不错。我要被气炸了，兄弟们，这是在逼我呀，逼我动脑子啊。本来想舒舒服服的懒狗生存，没想到你还让我动脑，在主世界还能让你们这么嚣张，我直接把岩浆全交了，瞬间又暴富了。怎么样兄弟们，这个方法不错吧？朱灵城堡现在一点都不可怕了，你又来，我先把岩浆交了，你还能怎么样啊？这攻击力也很猛嘛。我打，我发现岩浆怪是刷个龙刷的，咱们把这个刷个龙打了，他们就不会再刷了，我必须把它挖了以解我心头之恨呀。我被岩浆怪弄死好几次了。 Oh yeah nice， 报仇了。接下来咱们再研究一下这个末地建筑，听说有鞘翅，咱们去找一找。哎，这个玩意儿是什么？能打掉吗？是前影背对吧？哎，我们飞起来了。哇，这东西也太密集了吧。哎，别打我别打我，咱们直接飞上去不行吗？这个浮力可以利用一下。对，咱们直接飞上来，这个东西是帮我们的呀。这帮的有点太过了，我们掉下去不就直接摔死了吗？幸亏我还有紫送果，瞬间传送，这个操作怎么样？我们去找一下鞘翅吧。哎，还有箱子呢，箱子里有什么好东西？钻石，可惜我们都不需要了。末影箱能带走吗？啊，这变成黑曜石了。鞘翅应该在这个末地船里，我看到了。这些潜影被自动追踪好烦呀，先把箱子给掏了，又是钻石，钻石护腿，铁锭，咱们都不需要了其实。啊，好富啊，铁锭、金锭，还有钻石头盔、绑定诅咒不要，铁靴子根本不需要。哎，这个怎么拿下来？在后面试试，一下就打掉了，鞘翅到手。别忘了还有船首的龙头，这个龙头可以带上，虽然它没有什么卵用，但是很有喜感，有没有？快点赞快点赞，不点赞就打你。好了好了，玩的也差不多了，咱们去打末影龙吧。现在各种建筑遍地都是，找个末地城堡轻轻松松了。
猎焰人应该怕水吧？咱们在这里放上水，这样我们打猎焰人就会事半功倍吧？出现了，我们都不需要打，让水把它淹了就可以了。我们去补个刀。哎，一下一个，八个，够了够了。我们还得去一趟下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主世界里没有竹林啊，随意生成的建筑里也没有竹林，只有僵尸竹林。下界走一趟吧 ，Let's go。里面为什么还混了一个僵尸竹林呢？快点干活，我们金顶多的是。最后一共换了13个梦魇灵珠，完全够了，甚至还多一个。难道我就不怕找末地传送门时候的损耗吗？当然不怕，因为末地传送门也会在我们身边随机出现，上面还给我们准备了两个梦魇之眼。梦魇龙，我来啦！我看到已经有建筑随机生成了，我们赶紧去杀梦魇龙吧。我记得上次因为随机建筑，我们就挑战失败了，没有杀掉梦魇龙。我们坚决不会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所以要赶紧干掉它。来，打头，这个伤害不高呀。哎，好了，这次不会再让你上去了。这里始终打不到，还是得在后面进去啊。哎，头又看不见了，好烦。这，我打空气呢，每次都会出现这个 bug。啊，完了，没关系，咱们还有翘翅，平稳着陆。这个位置为什么每次都有 bug 呢？这次没有 bug， 我好像又发现了一个好地方。挑战成功，我们又干掉了一条梦影龙。如果你喜欢这种 MC 规则通关挑战，一定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